好，接下来出场的这个小伙子为了上节目给我们的导演杀了一只鸡，而且还给我们的导演啪拍了500块钱。你说说是哪个导演干的？这个等会儿再追究啊，我想问问鸡哪儿去了，500块钱哪儿去了啊。好，来，有请小伙子上场。全场热烈。金冠章，中单一单下土壮壮，他跟我爷们儿结了帮的墙，甭管多少火海都敢跟你闯，要是心狠活你就妈的痛快了，全面亮舞台我来等你来，东北爷们儿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松原长岭，今年29岁，我的名字叫李明，我的爱情宣言是勤劳肯干能吃苦，希望与幸福姑娘走上幸福路。为了上节目不少付出啊，杀了一只鸡还拍了500块钱，是不是？对，鸡指的是杀了，确实也给钱了，是吗？钱指的是拍了。太不像话了。那个戏行吧，咱们就看短片吧。啊，等一会儿我们再追究这个鸡和500块钱的事儿啊。我来看看场上灭了谁。16号文思，为啥把我灭了呀？我不灭你，你也得灭我，我跟你这么说吧。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啊。信心指的是有啊。好，那看一下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，选意中人。来看一下李明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明，我家住在吉林省长岭县吉利乡高泽子村李胜梅子屯，在家排行老二，叫李二。今天导演来给我录片来了，我给你杀只鸡，那还没妥当呢。我现在的任务主要是找对象，当时去前车站的时候就怕上不去，完了我给导演拍了500块钱。导演，你们拿着累一天了，吃点饭。我感觉咱们全程练的节目是真好啊，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找对象。我给导演拍那500块钱呢，到后来说啥他也没要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们不要这个钱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不会，我怕上不去啊，拿着吧。你拉倒吧，你给了钱你就上不去了。那行，等到去的时候给你们杀鸡，给你们杀鸡，给你们杀鸡。来来来来来，导演，你记好了，来快吃。大姐，我这人啥样，说了你也不能信，你可以到我们屯子里头去打听。哎呀，太能干了，这个全屯都能打保票。哎妈，这孩的确挺好的，人家不抽烟，不喝酒，还不打麻将。完了呢，平时家里种六七场地，都自己干，爹妈谁都不用，就自己干。在全村是我家地种的最好，我家种了能有6场地，年收入6-7万。产地呀、弹药啊，我整的都是板板正正的，整不好我心里都不得劲儿。主要是我家用的籽儿好啊，我种的是红翔919。我看看这今年种少了，来年我先打算多种点，在我们这地必须我推广推广。种得好不算能干，那还是也得出去学点啥，挣点钱啥的，不能成天给家打麻将呆着啥的。我之前当过厨师，出过海，我现在在家跟前上班，做口服液那瓶子，一个月能挣到4000到5000。我觉得肯干就没有赚不到的钱，这么些年我也攒了一些钱。我哥哥结婚我给他拿了点，我弟弟结婚我给他拿了点，我现在都给他们整明白去了，现在就差我了。我现在特别着急找对象，等我结婚的时候拿出个10万8万彩礼不是问题，有喜欢我的姑娘请跟我走吧。